看这个题啊，选错了，我觉得你就太差劲了啊！同学们告诉我，来看哈 ，listen， 听，听的动作，听谁叫 listen to， 那个 to 是介词啊。好，来看，听 the phone 电话怎么着 ？Please go to answer it， 请去接电话，接电话就是 answer the phone， 就是回答电话，就是接电话了啊。好 ，A 选项一般现在时，就是听电话时常都响。那选 A， B 选项现在进行时 ，be 动词加动词的 ing 形式，叫听电话现在正在响，请去回答一下。C 选项 ring 的过去式叫 ran 是吧？哎，去听电话响过了，去回答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毛病呀 ？D 选项听电话将响，哎呦，这个人是神人啊，同学们，咱们把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你说选项你要是选不对。咋回事嘞？留言区告诉我。